那些会错意的尴尬场面。亲，这个地方。哎呦喂，你终于到了。客服你好，信我收到了，非常好，就是我要的颜色。但是这个开机键在哪里啊？雷佳音会错意思，我是不是化妆真的？其实对你还真是挺有料那种。那你想吃小馒头吗？王宝强眼中的老板品味，行。好啊，你们谁啊？干嘛呀？你们要干嘛？上，快！啊！救命啊！别弄！救命啊！上流氓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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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叫什么叫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毛病吧？谢一颗。哎，大夫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看糖尿病去哪个科室啊？哦，那意思，谢谢啊。哎，哪个科室？那意思。你有病啊？那一科，那一科。我先耍流氓去。下雨尴尬场面，你先坐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如此彻底的经历这么尴尬的场面，这简直是悲壮的一幕。在这一刻，我多希望我能从地球上消失。